欢迎收看《价值投资》。今天大盘指数最高来到8482，离前波高点8488只有6点呢、啊。所以今天当然会有一些获利性的卖压，也会有一些解套性的卖压出笼。所以呢，8488不会一次就过。但今年度的行情绝对不是只有看到8488，因为我在八月底已经跟你分析过了，这波长线的架构，台股至少会推升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波。哦，所以整一个脉动。我们在八月底已经规划长线的看法，长线保护短线嘛，所以对多头的一个架构，既然方向确立还会再涨，跌下来真的要敢买啊！哦，这是我们一再给你的一个操作建议嘛。所以整一个台股呢，在八月底，我说回档了5个月，至少推升3个月到5个月之久嘛。所以很简单，九月份的行情一定会收红。九月的行情是不是小红 K 棒？那到昨天为止，十月份的行情是不是红 K 棒？把握稍微近一点，你看一下，行情是不是越来越旺？九月份是小红啊，十月份呢一定是中长红。所以呢，面对现在的一个第四季，每年度，其实你照做股票经验够久的，你会知道我传达的意思。最好赚的一季就是现在。最好赚的一季就是每年度的第四季，7203，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时刻啊！我当初已经告诉过你的，恐慌性的杀盘已经出笼了，开始有波段行情，应该还记得吗？当天5600家的个股跌停板啊，我说那一天不可以卖股票，那一天是大买股票的时机啦。所以波段行情的一个架构，你所看到的是每一波所带动个股的一个涨势都是相当惊人，包括这一次台股这样推升了200-300点嘛，有没有赚20%以上的股票展示在你面前？我相信你耳熟能详啊，这档华星光这边接回的上去20几%，好不好赚？跟对人买对股票，多头行情蔡老师不会亏待你。所以整一个操作面，这档华星光75.5先卖一趟嘛。赚完第一趟压回修正，24号68有没有接回？当天大盘指数盘中跌了74点，要敢买股票，这是我一再给你的分析跟策略。跌下来要敢布局，要敢接股票嘛。隔天25号没有涨，我告诉你可以再买啊。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股票操作的一个流程嘛。跌下来加码，电视上所分析的，跟实际盘中所带领会员操作。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告诉你可以再买69.7，告诉会员再加码。接下来放个几天假，涨8%，10月1号又大涨，10月2号涨更凶啊！到上个礼拜五已经22%了。哦，所以一档股票在往上走高的过程，该卖我一定会带会员卖，只要量价有不对称的地方，先走一趟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趟操作你看过了吗？第二趟的操作在昨天礼拜一，当华星光最高来到83.7，创高的同时，我卖了。我常常跟投票分享我们那个操盘的心法：第一档来到支撑，我敢买；一档股票创高，如果量价不对称，我也舍得卖。所以昨天的华星光，我选择站在卖方。昨天礼拜一11:38。华星光创高量不太够，83卖出，38分高出员，38分华星光的股价在83.2，他们你跟我对时对价，你收到我讯息，你可以卖在83.2之上，从容不迫的下车，这是我们带给会员的操作流程，怎么进的，同朋友怎么出的，我们都有给你讯息做带到哦，包括加码单嘛，对我怎么进的。在24号68接回讯息，跟你对时对价。昨天的一个讯息怎么卖的，跟你对时对价，这就是一个流程。赚了20几%，整一个操作的过程，全部的公开在投票你的面前。那下一趟呢？下一档呢？你要不要跟？我们不是事后看图说故事的。告诉你这边画圈圈买，这边卖，这边画个圈圈买，这边画个圈圈卖。操作讲究绩效，绩效靠的是一个盘中的一个讯息，
我有没有拿出讯息来跟你佐证第二趟的一个操作哦，所以呢，昨天的华星光，如果你没有跟着卖的，今天华星光已经打到78块钱了，有没有在高点卖股票？真的差很多。明明赶快去高票，买点不对，卖点不对，赚钱你会变赔钱。所以我们的一个资金的运用模式，就是掌握住目前类股轮动轮涨的一个结构嘛。多头方向有一个特色。个股会轮来轮去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赚完一档，资金撤回，准备买下一档啊。带进一定带出，你自己看一下信果这档生技股，9月25号，我趁它回档第三天，36.3开始买，买完之后是不是冲高？一样在上个礼拜五，它创高的同时赚了30%，我卖出，转买另外一档啊。上礼拜五的一个信果是卖在46.3。创高的同时，我又卖了信果啊，30%落袋。你没有跟着卖的，股价会跌到44块钱。今天一个信果，4192的信果，几块钱？40块钱左右啦。我卖在上礼拜五的几块钱？46.3。今天信果大概剩40块钱附近，不要小看这个卖点。46跟40块钱，10张也差了6万。你的资金有限。我会帮你斤斤计较，该赚取30%，我赚给你。那接下来资金要往哪边走？我会帮你做全盘最妥善的规划，因为大盘我看得懂，个股之间轮涨的一个结构我也看得懂。我顶下跟你讲啊，大盘你来看我做股票，都较伤势；大盘你来看唔到，我唔相信你做股票偌好赚。这是我们对第四季行情所给你一个脉络啦，至少会涨3个月到5个月，是我8月底给你的长线分析。现在第四季，每年度最好赚的就是现在这一季，这时候你不把握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最坏情况已经过了啦。7203那一天我说过，你只要撑过来，海阔天空，波段就此展开。所以这场联军，你来看一下。9月9号，攻击量发动了，第一时间点一定要跟，你会买在相对低档。9月9号126买联军嘛，买完之后24号再度的回撤月线，站在买方，第二次的买点我提供给你，第三次的买点9月30号再度的提供给你，因为它再度的回撤月线呢、啊，我要告诉你可以买啊。会员真的有先来后到，早一点来的。买低一点嘛，晚一点来的，虽然买高一点，但是如果它会涨，我一样带你上车啦。所以呢，30号的一个新进位买几块钱，买129啊，买完之后有没有冲高131.5，有没有来到139？昨天来到148是波段高，你就看到我们低档区所带给会你一个操作啊，我有被洗掉吗？你那看有怎么会被洗掉？我这边开始买的啊，这边是横向整理，这边告诉你打到月线都要做一个上车的动作啊。昨天来到波段高148，今天联军呢最高150啊，它又创高了。我选择站在买方，股票的一个操作的模式，你就是要低档，在别人不敢买的同时逢低承接。相对创高的同时，你就不要去凑热闹。输家总是喜欢在一档股票涨了一大段，才不明就里的去追高，好像会来不及哦。低档没有买，所以呢涨了一波段，赶快追，追了容易套，套了洗一下你就被洗出场了。这不是你看我节目会得到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效用吗？你应该跟我并肩作战啊！低档区要敢买，要敢布局。那今天创高卖啊，你就跟我卖嘛。9:23告诉联军，告诉会员联军创高145附近卖出。你看，经过4分钟的时间，27分，股价几块钱？145嘛。你跟我对时对价，145附近保证卖得掉。发给会员信息之后，这边还有146啦，所以145今天一定有办法成交，是不是？
创高你就跟我卖，盘中的讯息同步来带到，这样一波段你就跟我赚到了嘛，是不是？二十几块钱也是不错的一个操作结果啊，对吧？买十张，赚二十几万呢，尾盘剩141.5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用心，不是每天跟你吹捧那些涨停板的股票，每天涨停板涨停板，结果呢？他有告诉你什么时候买吗？他有告诉你什么价位卖吗？只每天不停的秀一些涨停板的股票，你就一窝蜂的冲进去了，你就这样相信吗？你看了那么多投顾老师的节目，我相信你是翘翘人啊，你知道什么人讲的是真的，什么人讲的是假的吗？有实战的经验，会拿出会员买进跟卖出的讯息来跟你对时对价，那是整个一个操作流程，能办到这样的一个实务经验的分析师绝对是少数，绝对是少数啊！你刚才看到的华星光，我怎么低档买的？对，我怎么高档出的？讯息你都看到了吧？4192信国也是一样啊，低档买的，上礼拜我高档出的你也看到了，联军也是一样啊，低档买的，今天高档出你又看到了，不停的把每一次赚钱的一个经验呈现在你面前，那下一档呢？多头行情会轮动轮涨啊，卖掉资金你才有机会去买下一档。01这张股票，云端大数据的概念股票，以后的一个企业或是政府部门一定要运用到所谓的大数据。那这种01的一个架构，八月营收年成长率高达11%嘛，是不是站上月线？9月24号，我告诉你，量跟价都表态了，你当然要第一时间点来跟我上车。那接下来这张股票横向整理，可不可以买？我问你，可不可以买？当然要买啊！有低点我就带会员上车，包括上礼拜四01这张股票19.1，我还在买，我一样上车。今天的01呢，转强我还加码。今天9:29，01转强20.2加码。你看一下，我发完讯息之后，经过3分钟，股价在20.1，他们你跟我对时对价，今天20.2，保证一定加码得到。你看，这边20.05，20.1啊，经过3分钟之后，20.2以下还有60-70张等着要卖。那我告诉你，20.2加买得到吗？保证一定买得到。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这档股票随时会发动，所以你要随时待在我身边，我才有办法第一个时间通知你。发动点，我告诉你，9月24号的01，量价表态，第一个时间你要切入。上礼拜四一样再买啊，横向整理你就跟我买，有低点就买。上礼拜是01 19.1 还在买，今天看到它转强了就加码，就加码，获利乘数效果就是这样子做操作的。我们对一档股票敢重压，为什么？看得懂啊，不然它的一个基本面还是技术面还是筹码面，我们掌握很清楚啊。所以今天01呢，加码完之后亮灯攻涨停，恭喜我们的会员，这叫真正的扎扎实实赚一根涨停板啊！而且我们今天做加码，这加码不是临时起意，是因为已经准备好了嘛。因为在9月24号它发动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告诉你了啊。那今天看到它转强了，当然可以重压哦。所以赚这一根涨停板是靠实力的。在它没有涨停板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先买好了嘛。今天只是做一个加码动作而已嘛。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啊。所以对未来第四季的行情，朋友，你还不晓得如何操作的，来得及吗？绝对来得及。现在才10月6号，你年底还有2-3个月的时间呐。这礼拜六是国家的生日，双十节嘛，普天同庆的日子，蔡老师大帮。你要如何达到一个完胜的一个境界？从7203以来到今天为止，完胜了、
全国的普通会员、特别会员、尊荣会员帮蔡老师做见证，哪一档股票有让你们受伤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，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！我当然要感谢大盘，它是一个多头方向，我只是尊重趋势，随势而转，让会员产生这样的一个操作结果啦。所以呢，今天特别给你双股 3.0 的完胜专案，第四季的行情要如何达到完胜，希望你把握一下。今天啊，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巴菲特，巴菲特，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，精选持股，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、最诚信的分析师。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。速价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巴菲特，巴菲特，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，精选持股，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、最诚信的分析师。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。速价专线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豪宅建筑大师林永发，大气挥洒1600平绿色城堡，第一宅500平艺术林园中庭，新北影视特区双拼大四房，家贸机构年度巨献第一宅，壮丽落成。02-2609-888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多头行情跌下来要敢买，你看一下9月23号，当天大盘指数跌了172点，导播，你们看到生技股抗跌啊，强势的一个族群嘛。我说当天还布局了一档生技股，23号买哪一档？买立丰啊，八月营收成长65%，立丰当天大盘就是重挫，二十五开始买。买完之后整理几天，一样都在月线之上，当然还可以站在买方啊。昨天礼拜是不是攻涨停？2622，是不是站上月线的一个同时开始做买进？哦，所以来到月线，站在买方，昨天领先大盘创新高，大盘今天差一点过高，对不对？立丰昨天就过高了，这叫强势股。强势股，我告诉你，一定还会再涨嘛。更何况立丰的一个接下来的营收面，你会看到3500家的克里蒂娜的一个店面，让它的营收有机会年度成长30%啊。我们已经看到今年度的一个未来业绩表现，股价昨天已经反映给你看了，因为它领先大盘过高。昨天大盘是不是有过高吗？没有啦，8488还没有过。立丰昨天是不是率先过了？强势股当然会再涨啊。今天最高27.5啊，从25到27.5，20几块钱的利润你又看到了。有落差无？这款行情不要缺席，这款行情要积极一点。宁愿买了让它短套，也不要不出手，不要怕大盘回档。大盘跌的时候，就是你跟我布局重要的时机啊。你看我的操作就是这样啦，华汉。大概者大概谈啊，
这种股票月线翻扬助涨，筹码又很漂亮。以内的维持生，我告诉你要买啊，23号跌到308.5，卖压不重，上车。24号又跌下来305.5，随时会发动。它没有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随时会发动啊。我有没有讲对？我是等到它连续冲上去，我才告诉你，哎，发动了吗？什么是讲在前面，让你印证在后面？我们的分析如果档档都让你印证，明天的操作，请你务必要跟上。第四季的行情，我有信心会把你今年度整年度赔掉的连本带利讨回来，请你赶快跟上来，好不好？该积极就积极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24号它没有涨啊，我告诉你随时会发动。所以30号来到月线，告诉你还要买啊，308多买啊，310我多买华汉呐，涨了10块钱之后，上礼拜我涨到327，昨天涨到357，差一点攻涨停啊。这边都是买点，308到昨天收盘价39，是不是赚了41块钱？今天一个华汉呢，最高357啦，开高有点走低，买在低档跟买在高档感觉绝对不一样。如果你跟我买在310以下的，你今天只是说，欸，要不要获利而已嘛。但如果你昨天才去追350以上的华汉，你今天的感觉是怎样？会不会解套啊？冰冰赶快去高票，那操作的一个过程所带给你心情是不一样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笑容？这是会员反映给我，所以我在电视上呈现这么灿烂的一个笑容。会员那大家都赚钱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，我就会继续加油。第四季的行情对我而言蛮简单的，因为从7203以来，包括这一天最悲观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要做出对的动作。那你认为好行情，我难道不会赚更多吗？哦，所以对每次的一个发动点的股票，你第一个时间点一定要跟上来。包括上礼拜我的翔硕嘛，我告诉你我买在171啊，我说17你没有买，没有低点的啦，因为当天的高点是未来低点的。当天买完之后攻涨停，礼拜176，今天翔硕186，这两天有171让你买吗？你礼拜五没有买的，你已经没有171可以买的，所以盘中的讯息务必要带到，买卖点稍纵即逝。你看一下这档上尾，8月26号确立止跌，我买165；9月7号收脚止跌，我买170，沿路的买，等到它站上月线加码点，我也告诉你啊，我们的操作是如此的积极啊，确立止跌买，站上月线加码，接下来就攻涨停。礼拜一昨天继续攻涨停，206哎，今天上为222，懂没有？这根量，如果你看得懂，你就知道今天上尾到底该不该卖。所以，对我们选择的股票，懂没有？就是品质的保证啊。我们操作的个股，档档都符合巴菲特价值型投资概念的绩优股啦，不是绩优股，我不会带你买。第四季业绩的成长股票，该如何掌握它波段行情？我希望同学们好好跟，真的要好好跟。这礼拜六是国家的生日，双十节，普天同庆。要怎么创造完胜的一个绩效出来？标股 3.0 完胜的专案，今天隆重的推出，限时限量，你务必要把握，把握住第四季行情如何达到波段20%以上的获利目标。这是蔡老师给你一个承诺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不用客气，自己打电话进来，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好。巴菲特，巴菲特，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，精选持股，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、最诚信的分析师。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。速价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轴轮精细的刻痕，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；不分昼夜的运转，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。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。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巴菲特，巴菲特，韵达投顾蔡老师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，精选持股，稳健操作，是全市场最实在、最诚信的分析师。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。速价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世界来前往，人唱人一段风声。挂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。歌声若响，风吹风吹，街后空笑梦，落雨声。哇，这么多好听的歌，江辉放麦啊！怀念的江辉，初过都无啊。今夜来处理去，以后想要听江辉唱歌，随时拢听得到，嘛随时拢看得到。全套15片 CD， 2片 DVD。总共251首，1280元，紧卡电话0800-257-258，0800-257-258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，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